近日，黄圣依发布了一组带儿子度假的照片，并发文表扬安迪说：“小朋友自己洗水果，自己切，不要太乖啊。”在黄圣依晒出的照片中，霸道小总裁安迪展现出暖心的一面，洗水果、切水果、摆盘，每个步骤都做得有模有样，毫不含糊。变身暑假小当家的安迪真是太能干了，看到安迪如此认真的干活，网友们纷纷发评论称赞，特别喜欢安迪，很聪明也很懂事儿。安迪是善良的孩子，希望你们母子感情越来越好。一直以来，安迪都给人留下懂事暖心的印象。之前录制热播综艺《美食告白记》时，安迪就全程主动帮妈妈干活，除了与妈妈一起挑选食材、处理食材，他还自己做了水果盘给奶奶吃。妈妈是超人三中，安迪也向大家展示出超强的动手能力。无论是帮妈妈买菜、洗菜，还是和面做美食，这些都难不倒心灵手巧的安迪。他简直就是黄圣依的无敌小帮手。安迪自理能力强，与黄圣依的英式教育密不可分。年仅6岁的安迪不光能一个人起床，一个人穿衣服，一个人洗漱，还能一个人收拾行李。这么懂事能干的安迪怎能不宠他？